比喻却是福音教授告言贤首汝先所取诸光明相与奢摩陀品加行中即毗婆舍那品加行中皆应作意如理思维。这是第二课扶持教授里边的有三课，第一课欲修止观啊，已经讲过了，现在是第二课欲修光明，分两课，第一课是举光明想，又分两课，第一课是加行思维。比喻却是，这是那位善知识福音教授，前面呢教授了一大段，现在福音教授这位呀、啊，这位弟子告言贤首，汝先所取诸光明相，是你以前你在静坐的时候啊，所修的光明相。现在要用，要用这件事，什么样用法呢？与奢摩陀品加行中，即与毗婆舍那品加行中，在修止的时候，在修观的时候啊，皆应作意如理思维，都应该呀、啊，去思维这个光明相。是如理的去思维这个光明相，怎么叫做呀？作意如理思维光明相，光明相呢？要汝能以光明居心，照了居心，明镜居心，无间无暗居心，修奢摩陀毗婆舍那。如是乃为与奢摩陀毗婆舍那道修光明相。这是第二课相应修习，就是与奢摩陀毗婆舍那合在一起去修这个光明相。要汝能以光明居心，假设你在静坐的时候啊，能够以光明居心，就是心和光明在一起，就是心里面有光明相。当然这是要经过一个时期的锻炼，你才能做到这一点。你要是没有经过锻炼，你心里面是没有光明的。照了居心，心里面有光明，做什么呢？照了居心，就帮助你的心呢、啊，帮助你的智慧，帮助你的奢摩陀和毗婆舍那，照了所缘境，是有这种好处。明镜居心，照了所缘境是什么情形呢？就是能将所缘境的相貌啊，很分明地显现在心里边，叫做明镜居心，就是无暗居心。这个明镜的镜，就是你在修止的时候，修观的时候。里边没有暗，没有暗在心里边，这叫做明镜居心，也叫照了居心，也就叫做光明居心。修奢摩陀毗婆舍那，你心里面有光明啊，这样去修奢摩陀和毗婆舍那。如是乃为与奢摩陀毗婆舍那道修光明相，
就是你要能够达到这个程度，就可以算是奢摩陀道、毗婆舍那道修光明相了。这个《毗荀记》的解释啊，它另有一个意思我们念它一遍啊。要汝能以光明居心等者，此中光明为法光明，并不是日月灯的光明他说是法的光明。缘法光明亦为境界，修光明相。是名光明居心他这样解释：于所观法得如是知，是名照了居心。无有妄念，是名明镜居心。无明仪，是名无暗居心。这个《毗荀记》的作者。他因为这样解释好，要有最初于所缘境多不分明，朔兮圣洁，其相暗昧。这下面是第二课，辨其实德。前面是举光明想，这里说明有光明想和没有光明想。是有得有失的不同的，分两科，第一科是失，说要有最初于所缘境多不分明。要是这位禅师最初修止观的时候，心里面没有光明想，那么于所缘境多不分明，这个是对于所缘境不是那么样的分明。就是因为没有光明显现出来的相貌就不是十分清楚。朔兮圣洁，其相暗昧。说初开始用功的时候我的奢摩陀、毗婆舍那都不是那么理想。那么我继续用功的修止，继续用功修观。我达到圣洁的时候，应该好一点吧？不行，其相暗昧，你的所缘境还是暗昧，就是不那么分明。由是因缘后所修习，所有圣洁已不分明由此因缘所以以后所修习的，不管是止是观所成就的圣洁也还是不分明。虽多串习而相暗昧，虽然说是时间也很多，我时时的用功修止观你连续不断的这样修习止观但是所缘境的相貌还是不分明而相暗昧。这是实没有光明想的过失。要有最初于所缘境多分分明。第二个是德。假设这位禅师他修过光明想，这样子呢，最初一开始对于所缘境的相貌，多分是分明的，很清楚朔兮圣洁，其相也就是也是明了。由是因缘后说修习，转复分明。虽少串习而相明了，虽然是串习的时间不是很久但是这个所缘境的相貌非常明了，所以有光明想有这样的好处。如是如有善趣，如是厌离相故。这下边第三科，欲修念住。第一科是欲修止观，第二科是欲修光明，第三科欲修念住，修十念住分两科，第一科是名取入，分三科，第一科是标由。
如是如有，前面这几段说是指这个学者说哈，汝有善取如是厌离相故，啊，修这个厌离相啊，世界上的衰损兴盛啊，都是可厌离的啊。厌离相，善取如是心要相故，啊，你持戒清净，有堪能性啊，能得上因法，能得上道，能得圣道哈，这个是可，这是一个尊贵的事情，这是值得欢喜的事情。你经过一番的修习呀，你对于这件事的印象很深刻了。善取如是奢摩陀相故，你也经过长时期的呀修奢摩陀。你已经拿得到了九心柱啊，什么都像善取如是毗婆舍那相故，是种慧行的毗婆舍那相。善取如是光明相故，去取得这个日月灯的光明啊，这个睁开眼睛看见太阳的光明啊，或者是月的光明，或者是灯的光明，就是黑天了没有太阳月亮灯的光明，你心里面有光明啊，你成功的取得了光明相。这样呢，这是几种相，一共是五种相啊，一个是厌离相，一个心要相，一个奢摩陀相、毗婆舍那相、光明相。取得这五种相了啊，于时时中内心寂静，于时时中有谁相行，毗婆舍那实在诸法。你成就了这五种相，你随时无论从时至时啊，你心里面这个正念呢、也念这个奢摩陀的时候，奢摩陀就出现了，那么你内心就是寂静啊，而不动乱。就是无论是贪烦恼是嗔烦恼啊，那个四种相啊，八种寻思和那个五随烦恼啊，五盖的烦恼不能够影响你，你心里面能够寂静住。于时时中有谁相行，毗婆舍那实在诸法。时时就是一切时中啊，你愿意呀、有正念把提起来这个毗婆舍那，把毗婆舍那建立起来，就是有随相行的毗婆舍那，三种毗婆舍那之一哈、实在诸法，也实为呀、诸法无常无我毕竟空的道理哈、既欲不净正修行增上力故，你这几种相啊，你修成功了啊，你随时都可以做得到这件事啊。但是这个时候呢，正是修这个四念住，修着身念住，观身不净，观身不净啊，也是这里边也有厌离相。也有心要相，也有奢摩陀相，也有毗婆舍那相，也有光明相。既不净正修加兴增上力故，也就是你对一不净为所缘境的时候，你内心里面呢正是这样修行的时候，是有强大的力量的。于诸念住见次随入，与这个诸念住啊，身受心法这个念住啊，渐次取入，就是按照次第，就是向前进步了啊，向前进步，渐次进入啊。将取入时，
如应现于内身所有三十六物啊，这是前边是，这是实相，前面是标有，啊，标有这五种相的增上力，这是有，啊，现在解释这个相貌，解释取入四念住的相貌，分两颗，第一颗于身念住，分三颗，第一颗是内身。分两颗，第一颗是变修相哈，修这个身念住的相貌，怎么样修呢？是将取入时，还没有取入，但是开始取入，取入入于四念住这个法门的时候，如应现于内身的所有的三十六物，三十六物都是什么呢？是从法毛乃至小便善取其相啊，你在奢摩陀里边、毗婆舍那里边，在光明里边呢，要能取到三十六物的相啊，这心肝脾肺肾这些事情啊，如应于是自内身中诸不净入，你应该在自己内身里边的这么多的呀臭秽的东西呀，先当发起不净圣洁。你修这个不身念住这个不净观呢，你先应该在心里面呢发动你的内心呢，现起来不净的圣洁，就是三十六物都是不净的，一样一样都在心里面现出来啊，现出来这样的圣洁，这个圣洁还是也是经过修习而后成就的啊，一开始因此没有圣洁的，说说发起始圣洁矣，你一次又一次的呀发起这个圣洁的观想，观想这个身体里面的不净，好，这样子，这就是修毗婆舍那观了哈。福令其心于内寂静，你不应该呀，一直地修毗婆舍那观。福令其心，还要你自己要下命令，叫你这个心呢，于内寂静住。不修毗婆舍那观了，修是奢摩陀寂静住啊。如是名为于内身中修寻身观，这是的解内名啊，这是啊结束这一段啊，它名为于内啊修寻身观。前面这一段文的要义啊，就是你在内身中啊修寻身观，这个就是按照次第啊一样一样去观察这个不净的相貌哈。为什么叫做内身中呢？说一自内身内而发起故，你这个毗婆舍那观呢，是凭借你的内身，你自己的身体里边的呀这些不净而发起毗婆舍那观的，所以叫做内身中修寻身观。好，扶持于外诸不净物，善取其相。前边呢是内身，现在第二颗是外身，分两颗，第一颗变修相，次应于外诸不净物。你寂静住修奢摩陀之后，你也不应该一直的修奢摩陀啊，所以其次应于外诸不净物啊，就是不是你自己的内身了，是他人的，他人的而是属于死亡的死尸，叫做外啊，因为这个死尸这时候不是有情了啊。
住不进屋啊，那个身体的变坏了啊，各式各样的不进屋，善取其相。你要善巧的呀、啊，这个观想那个不净的相貌，如当发起清淤圣洁，广说乃至古所圣洁。好，你在内心里面淤不净、诸不净入善取其相，怎么叫做淤外诸不净入善取其相呢？如当发起，你应该在内心里面发动啊。用这个毗婆舍那观呢、啊，加上这个念心时候，要把这个清淤的相貌现起来。但是用这个圣洁，用这毗婆舍那观呢、啊，要注意的观察这个清淤啊，观察这个清淤的相貌。但是这个观察是有力量的，所以叫做圣洁啊。广说乃至古所的圣洁是前面我也说过啊，或狭小的圣洁。啊，或广大的圣洁，或者无量的圣洁，就是你最初是观着一个人一个死尸的不净，那么这个是一个死尸的不净，你观成功了，观第二个，当然是观成功观一个不净，然后还是应该寂静住，寂静住以后再观。这个修奢摩陀的止啊，是增长定力，但是也同时啊，能加强你的毗婆舍那的观的力量。修奢摩陀的时候是有这两个意思的。这样子、啊，这个观一个实体的不净，再观第二个，再观第三个、第四个，哈。乃至到大海边都是尸体，乃至全世界都是尸体。烁烁发起，你这样观呢、啊，不能就观一次两次，一次又一次不断地现起来这个不净观。此圣洁矣，这样子啊，强有力的观想啊，以后拂令其心于内寂静。你再令你的心呢修奢摩陀，修奢摩陀呢，就是选一个所缘境，在那里安住不动，好，这样修。如是名为于外身中修寻身观，好，这就是于外身中修寻身观，就是这样修啊，依他外身而发起故。因为什么叫做外身修寻身观呢？因为这个是不是观察自身啊，是观察外边的死尸而发起的毗婆舍那，所以这个名字为外身。后复应于自身内外诸不净物，善取其相，令心明了。这是第三颗、啊、内外身。啊，内身也讲完了，外身也讲完了，现在是第三课讲内外身，分两课，第一课是辨其修相，又分两课，第一课是修圣洁，又分两课，第一课是于现在位。好，后复应于这个修这个外身的寻身观以后。福应于自身内外诸不净物，善取其相，令心明了。这个毗荀记的分科是说现在位啊，后福应于自身的内，自身的外，自身的内呢，这个也可以变动之讲，不必一定要按照毗荀记的意思讲。自身的内就是现在在生存的时候，生存的时候啊，
这一层的表面这个皮，这一层皮呀，是相似的清净，但是里边的呀，36物呢，完全都是不清净的。但是这是火眼，这是身体，这外诸不净物就是死掉了，死掉了，这个是自家这个身体死掉了，变成了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不净物了。外是死掉了以后就是外，这样说呢就不全是现在位，好。那么这个毗荀记他那一段文呢，因为你加上个现在呀，那就不能说是死亡，因为现在还生存嘛，那就讲的就不同了哈。又于他身内外不净善取其相，又于他人的身体啊的内，那就是啊生存的时候，外就是死亡的时候，这两种不净啊是不一样的哈。善取其相，令心明了。于自所爱，如当发起如是生解。哈，这得加上这么一句哈，就是你应该呀，对于自己所爱的这个臭皮囊啊，你要发动这样不净的生解，这样观察，那么就破除这个爱了。那么这是啊，这个现在第二课与当来位哈，说夫于时已，夫于时已，处送中间，至中间已，弃之在地。啊，夫于这也还是属于这一课哈，夫于时已，说这个人死亡了以后，把他送到啊。埋葬的地方去，至中间矣，你弃之在地，丢弃那个地面上，弃在地矣，至清于位，啊，至能烂位，广说乃至古所谓发起圣洁，说说发起此圣洁矣，这是第二课住寂静啊，是说说发起此圣洁矣。复令其心于内已寂静，还是令心呢寂静住。如是名为于内外身修熏身观啊，这是第二课即内外名啊，说这就叫做呀于内外身修这个熏身观，观身不净啊。为什么呢？是依自他身要内要外而发其故。所以就名之为与内外身修身熏身观了。这可见呢，人这个欲心呢，是很不容易消灭的呀。所以修观的时候，不断的重复，啊，不断的重复啊，来修这个不净观，啊，使令这个内心的这个欲也能消灭它。汝夫应于事无所蕴，由闻思增上力，分别取向。这下边呢是第二课，于受等念住，就是受心法三念住。前面是说身念住啊，修这受心法的念住，分三课，第一课是标啊。汝夫应于，说是你还应该呀，于事无所蕴。就是受想行识，这四个蕴是没有四大的啊，是无所蕴。由闻思增上力，怎么样修法呢？有闻思力，这闻就是听闻呐、啊，经论上告诉你、啊、怎么样修这个受心法啊，你就问，就是自己学习。思就是思维。从经论上学习了以后，你要内心里面去专精思维哈，这两个力量啊，分别取向，去认识，去观察，
取得这个色相行识的相貌啊，于其三分发起圣戒，在三个部分那里呀、啊、发起这个观察，这个毗婆舍那观啊。这一段文是标，下面第二个是列。哪三部分呢？一与色摩陀品，二与无闪烂品，三与毗婆舍那品。分成三类，在这从这三个部分呢，去发起啊这个摄想行识观啊，就是受心法这三种观，三种念处啊。这是列，下边第三课解释，解释分三课，第一课与色目特品，分两课，第一课是变修相。与色目特品者，说这位禅师啊，他在是这个从色目特来学习，来修行啊，受心法的观察，怎么修法呢？为要汝心于内略识，起无相无分别寂静想行啊。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呢，你心里面修奢摩陀的止，修止的时候啊，你心安住于内所缘境啊，不分别，所以叫做律，这是不分别。虽然不分别，也还是有一点分别。什么呢？起无相无分别寂静想行啊，就现起来无相，在心里面现出来这个没有这种实相，也没有八种寻思的分别，也没有啊五盖的随烦恼，所以你内心里面是寂静住的。这个就这是什么境界呢？就是一个想一个行啊，色受想行识五蕴，你这样子这个无相无分别寂静，这就是想，这就是行。你心里面呢，取这个无相的相貌，取这个无分别，取这个寂静的相貌，那么就是想。而你这个取就是行，就是这样做，这样做把这个境界能现出来啊。既无作用，无思慕，无躁动，离烦恼，离诸烦恼，寂灭落，想行。这是既无作用，就是前面的无相的想行，就是没有十种相的作用，那么这个无相的想行就现出来了啊。无思慕，无躁动，这就是那个八种寻思啊，没有八种寻思的分别，那你心里面就不会思慕，就不会躁动啊。你心里面有寂静想行的时候，就能离诸烦恼啊，就没那个贪欲嗔恚五盖的分别啊，离诸烦恼，寂灭落心落。这时候心里面呢有个寂寞寂灭的快乐，想行，这些事情还是想行啊。就是无作用想啊，无作用行，无思慕，无躁动，离诸烦恼，寂灭落的想行啊。于所缘境无烂受等，是无舍运刹那刹那辗转别异。前边的无相无分别这个寂静这个境界啊，就是这个所缘境啊，没有乱，没有这个散乱的事情。这样的境界呢，就是啊，受等是无散运，就是受想行识啊。你受无相无分别寂静想行，就是还是受，这也是一种受，是无散运，受想行识是无散运呢。这就是包括了受念住、心念住、法念住
啊，都就是包括这三个念珠的啊。这三个念珠也还就是四种五色蕴，刹那刹那辗转别异。你在观察它的时候呢，观察这个四无色蕴呢，它是刹那刹那的辗转的变异啊，前一刹那不是后一刹那，后一刹那又不是后一刹那，辗转的这它是刹那刹那的变异啊，差别。唯是心心而非故故，刹那刹那都是心而不是旧的。第一刹那到第二刹那说，第一刹那就是旧了。好，第二刹那就是心了。第二刹那要对第三刹那来说，也同样是有这个新旧的不同。好，但是呢，它都是刹那刹那的呀。如果第一刹那没有灭，它继续到第二刹那去，那么第一刹那就是旧，第二刹那也是旧了。或者这么说，第一刹那是新，第二刹那就是旧了。现在不是刹那就灭了，灭了又生，所有生的刹那都是心，啊，它没有停留到第二刹那，所以都是新的，而不是旧的，啊，相续流转，这是刹那刹那的生灭变化，所以有生灭啊，但是还是相续的，啊，相续的呀，变化，如应于此，如理思维，发起生起。你应该对这个受想行识啊，这个无相无分别寂静而住的受想行识啊，相续的流转，如应于此，如理思维，发起生起，思维它是无常的，那就是受念珠，就是心念珠、法念珠了，这是修无常观啊。这本来是观心无常，现在通通都是无常，受心法都是无常。如是名为于内受心法，修寻受心法观，这是揭内揭明揭啊，做总结它的一个名称啊。说你要那这样的修行呢，这就叫做于内受心法，修寻受心法观啊，这是揭明。于无散乱品者。这是第二课，前面是啊有奢摩陀品，这奢摩陀品呢，在这修着受心法观，这看出来呀，这是这个受心法观和一般的受心法观有点不同啊，它是先修止，在止里面现出来无相无分别寂静想行，即无作用无思慕无躁动。离诸烦恼，寂灭落想行，先修止，而后呢又修无常观，啊，受心法都是无常的，这叫做受心法观啊，这样子。于无散乱品者，这是第二课啊，分两课，第一课是变修相啊。这个奢摩陀也是不散乱，而这里面又提到无散乱，怎么回事情？啊，是不一样的。你啊，它是不什么不一样呢？为汝欲先取诸境界，圆诸境界，堕不定地，过去尽灭，即念，即今思念，心乱所生，诸相寻思，随烦恼尽，增上寿等，是无散蕴。如应于此，如理作意思维。好，这是变这个无产良品的修行啊。为汝欲先，这个无产良品呢，是说你这位修行人呢，欲先就是你没有修行的时候，啊，最初是不修行，而后才修行的。修行是在后，不修行是在前啊。在你没有修行的时候啊，取诸境界，你的受想行识啊，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啊，啊，眼所生受想行识，耳鼻舌身意受想行识，哈，都是取到舍身香味触法的境界的，啊，圆诸境界，这个取着了之后，
就在这个境界上去思虚妄分别啊，多不定的。这个时候你没有心心净性嘛，所以你是入于属于不定地的境界啊，不是定。过去尽灭，但这是过去的时候，不是现在。现在你得心净性了啊。过去的时候，这些散乱的境界呀、啊，尽灭，在今天来看都不存在了。啊，尽灭，尽灭呢？本来那是散乱的境界，现在尽灭就是无散乱了。就是有这样意思。寂静思念心乱所生。诸相寻思随烦恼境，就我现在呀、啊，心里面不是那么散乱的啊。但是有的时候啊，你会失掉了正念，失掉正念呢，你心里面还会去攀缘啊，颠倒妄想的啊。就是失掉了正念的时候啊，你的心就乱了啊，就所生诸相，心一乱呢。你就会在原来喘息的境界上打妄想了，就是所生出来的诸相，啊，就是色声香味触贪嗔痴男女这个相，啊，寻思就生出来八种寻思，啊，随烦恼境，随顺烦恼的境界就是五盖，五盖的境界，这个时候嘛就乱了。正上受等是无所愿啊，这个时候啊，这个从无始劫来的熏习啊，你心里面这个散乱的境界也是很有大的力量的啊。说是怎么知道平常的妄想有力量呢？我曾经讲过，比如说我们现在静坐的时候，有旁边听收音机、啊。开收音机关收音机就有声音啊，你心里面就烦了啊，我在这修行你打我先岔。其实这开收音机关收音机的声音也不是很大嘛，但是他就感觉不对了。要是你在大众里头你念佛啊，但是你不念佛，你在那里打妄想，别人念佛又打眼睛又打木鱼，你一点不感觉打先岔，你心里面还是在不妨碍你打也打妄想，这表示什么呢？你打妄想是有力量的，有力量。别人那么大的声音不敢讲打现场，但是静坐的时候怎么就人家开小小的声音呢？你又感觉不对了，我要告假，我不在这里，这里不是修行的地方。什么呢？是的，实话没有没错，就是你的静坐这个静的力量不够。你这个静的力量不够啊，就感觉人家是打你先岔。要是你的静的力量进步了呢，你不在乎，你就不在乎了啊。这就是增上力啊，这个失掉了正念的时候啊，你心里面有诸相的作用，有寻思的扰乱，有随烦恼的不寂静啊。这些的境界呢，都是有力量的啊，有力量的受等是无所缘，受想行识都是有力量的啊。应于此，如应于此，如理作意思维，观察这个境界。那么观察这个境界嘛，当然是把这个境界要排遣出去，排遣出去就不散乱了啊。所以叫是无散与无散乱品呢、啊。这样修行，看这个《毗荀记》啊，于无散乱品，至如理作意思维者，此说受等是无舍运啊，有二差别说明无散乱品，两种差别啊，哪两种呢？一为先师取诸境界，圆诸境界。堕不定地，受等是无舍运，今已过去尽灭了啊！现在这是说过去的事情嘛？站在现在的这个时间来说，那个事情已经不存在了啊，所以是尽灭。是故说明无散乱品，是言过去尽灭者，为过去法因已受尽，自性已灭故。
这个法的现行啊，它是有因的，那个因的力量啊，已经没有灭了啊，就是和你的受和你的心一接触啊，它就开始灭，开始灭的啊，因已受尽，自性一灭，它的体性已经不存在了啊。二位今时思念心乱，所生诸相，寻思即随烦恼，心即之矣。缘此为境，增上所起受等事无所蕴，于尔所识，心从散乱处安住即止。是故以名无散乱品。啊，已经从这散乱的境界出来了啊，心里不乱了嘛，啊，也还是有过去的味道。如是诸法，其性皆是幻幻所作。那么这就是做官了哈，说是过去的时候没得定的时候，那种虚妄分别的境界，是现在得定以后偶然的有思念的散乱的境界。这些诸法，其性皆是幻幻所作。他那个幻法的那些法的体性啊，都是虚妄的，都是如幻如化的呀哈。都是虚妄所作，什么虚妄说？就是你心的虚妄分别所作的呀！哈，暂时而有，它有是有，但是暂时的呀。暂时的是有，怎么叫做幻幻呢？有暂时而有，哈，率而现前，这忽然间就出现了，就是你心的分别嘛！哈，多诸过患，这种虚妄境界呀。它本身有个七妄性，像我们呢，我们就受它迷惑了，因为它真怎么好，其实在呀、啊，实在是欺骗啊。其性无常，它的体性是刹那变异的，而没有常恒住的啊，不可保信，保就是信啊，就是不可以相信它的啊。有为法如云，智者不应信。这个本子境也是虚妄的，何况你心里面现出影像境，这更不真实了。看这品节，如是诸法之不可保现者，为如前说多不定的，即思念生诸所有法，如幻是喻。啊，这个事情就和那个幻术所变现的事情的那个比喻一样。暂时而有的，率而现前的，要诸愚夫啊，恒被幻惑。这些糊涂的人呢，会被这些虚妄境界所迷惑啊。由是说言，其性皆是幻幻所作。要诸聪慧真正了知，就是佛教徒学习了佛法，他是有智慧的人。这些聪慧的人呢，能证了知，都是那都是虚妄。好，不是真实的。由是说言，多诸过患呢、啊，其性无常，不可保信。汝应如是发起圣解，如是名为域外受行法，修寻受行法观。好，这前面说到啊，说的这个修行的方法，说你应该这样子发起圣解。啊，发起是毗婆舍那观，这是接触这个名字。下边是第如是名为于外受心法，修寻受心法观，这是接触这个名字。下面第三课与毗婆舍那品，这样散乱品和奢摩陀品这两品都解释完了，现在解释毗婆舍那品。分两课，第一课遍及修相。于毗婆舍那品者，为汝善取毗婆舍那相意，就是你这位修行人呢，要取得这个毗婆舍那的相貌啊，这个观怎么样的观啊，你先要有认识。诸有相有分别，注意这个毗婆舍那，这个就是说观的时候啊，它是安住在啊有相
就是有所缘境的相貌，啊，有分别，就是相是所缘境，分别是能缘的，啊，就是在所缘境上有种种分别，作意分别作意，与有分别，有相所缘增上内所生受等是无所愿，啊，有相有分别，这个有相是所缘境上啊。是内所生的受想行识是无所蕴，如理作意，思维持法，刹那刹那辗转别意啊，就是如佛所教导的法语，你按照那个道理去观察思维啊，思维什么呢？思维持法，刹那刹那的辗转的别意啊，前一刹那就和后一刹那不同了，辗转的别意，唯是心心而非故故。相续流转，这个法它生灭而不断而不中断，所以还是相续的流转，如前所说发起圣解，就像前面所讲过了，讲过这个五听心观，讲过讲过缘起观，如是名为于内外受心法，修寻受心法观，这样去观察啊。如是汝由依不净观正修加行正上立故，这是第三课总结，总结这段文啊。如是汝由依不净观正修加行的正上立故，于四念住当得取入啊，你能这么样的依不净观呢，正修加行的力量啊，你就能悟入四念住的境界了，这是总结，总结这一段。下边第二课名圣进，这个是修止观，于修止观，于修光明，于修念住。这几课都讲完了，现在嘛，解释个圣进，就是你这样修持念住之后的事情啊，所以叫圣进。分两课，第一课是标，若汝应于念住加行，时时修习圣奢摩陀毗卢舍那。好，这是标啊，就是又你这位禅师啊，应该时时的呀要做禅，就是对四念住就是禅啊，对四念住的加行的时时的修习殊胜的奢摩陀。时时的修习殊胜的毗卢舍那，好，也修止，也修观，也修观，也修止，这样子，好，这是标。下面第二课解释分两课，第一课应如是行，分两课，第一课是其实舍，又分两课，第一课是律标。如是，如于如是四念住中安住正念。啊，你对这样的四念住里边安住正念，就是苦空无常无这样的正念去观察，随一笔笔，随一聚落边际而住，你随时或者在这个聚落边住，或者在那个聚落边住，在那里住，是不能在聚落里边住，聚落的边上。要其实容易啊，于心随顺取入临入，取向临入所缘境界，如应舍持所缘境界啊。于心随顺取向临入所缘境界啊，你修四念住的时候，修时间久了啊，你这个四念住是在你的心里面是相随顺的，相随顺。也取息向前进步啊，叫做取向，因为而后能够相应了，就是临入啊，
是随顺所缘境界，取向所缘境界，临入所缘境界，如应舍持所缘境相。这个时候啊，你因为有事情要做嘛，要到聚落去啊，你就应该心里面舍掉这个所缘境相啊，不能再修观的。入彼春意聚落其实你就啊来到这个聚落里边，诚意的里边去其实去了。这是略标。下面第二课别思分四课，第一课是善护己身。到聚落里边去，其实呢应当善避恶相恶马，你应该呀、啊、好好注意啊，躲避开这个恶相，躲避开这个恶马、恶牛、恶狗、恶蛇、恶兽、坑涧豪欠、猪毒吃啊、泥水粪秽啊，要躲避这些事情啊。到聚落里边，其实呢，你应当啊善避啊，善巧的要躲避这个恶相，躲避这个恶马、恶牛、恶狗、恶蛇、恶兽，躲避坑涧豪欠呢，也要躲避啊，不要是跑到坑里头去了。你心里面还在修十年出关呢，不注意外边的境界，就可能走路时候走到坑里面去了啊！啊，所以要不要你要弃舍这个十年出的所缘境，到城市里去其实的时候要注意啊，要躲避这个恶象、恶狗、恶牛、恶狗、那恶马、恶蛇、恶兽、坑涧，要避过去。涧就是水啊，两面是山，中间是水，就是涧。豪欠，这个豪啊，也就是欠，欠也就是豪，就是那个城周围的城墙的外边的水啊，要城的水就是豪欠。诸物都是，这个诸物就是树根，树根呢露在外边的叫诸，不露在外边的叫做根啊。这个屋就是树里没有枝，没有枝干的那个树，那叫做屋啊。毒刺，有毒的刺你要避免啊。泥水粪秽，或者是走着道路上啊，有泥呀、啊、有水有粪秽，你要避免这些事情啊。既应远离诸恶为宜，你自己到城市里去。聚落里其实啊，你要远离这些不好的威仪啊，是会做卧具，污秽的坐具，污秽的卧具你都应该远离。是如应如是善护己身，总而言之啊，你应该这样子善巧的保护你的身体啊，不要被那恶象、恶马、恶牛、恶蛇、恶兽是伤害呀、啊！要保护自己呀、啊！不要说我有修行，我不怕，不要说这种话。要欲如是诸境界相啊，不应彻发诸根。这是第二课，善守诸根啊。要欲如是诸境界相现前的时候。不应彻发诸根，你不要说是有恶狗，我不怕狗啊，我拿着石头来打狗，你不要搞这个事情。他说不应彻发诸根，这样的如应于彼不作功用，你应该不要去采取什么行动啊，善守诸根，你好好保护住自己，不要受到伤害就好了啊。要欲如是诸境界相，应当彻发诸根，如应于彼正作功用。善诸正念，令诸烦恼不起，应该这样用功啊。要欲如是诸境界相出现的时候啊，应当彻发诸根啊，自己警彻自己，发动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如应于彼正作功用啊。是做什么功用呢？善诸正念，要保护住自己有这个正念。啊，与道相应的正念，令诸烦恼不起现行，应该这样努力啊。如应如是善护己身呢、啊，
这是第四课啊，前面是善守诸根，善住正念，这第四课善知啊，其量受用也是。如应如是善护己身，善守诸根，善住正念，这样子修行用功，于彼作意善知其量啊。所以，对遇见什么境界，心里面也要有所觉察啊。但是你要应该知道量，这个作意就好了，做这么多就可以了啊，不要是很多作意。受用饮食啊，或者是这个是于彼作意善知其量，受用饮食是这个说的。受用饮食的时候，你要知道量啊。我不要吃太多，也不吃太少啊。又如应于在家出家说应量语，这是第二课言论色啊，分两课，第一课是如法说啊。又如应于在家出家的人呢，同他们也不是说不说话，要说话，说话是要有量。啊，应量语，说应理语，说应时语，说正知语，说寂静语，啊，说这样的言论。说应量语等者，不应不为限量、彼量即圣教量。你说出来的话，要不违背限量啊，我不违背限量，限量是什么呢？就是眼耳鼻舌身呢，前五识能够察觉到，能察觉到出这种事。比如说你现在说这我有一条龙，这违背限量，因为眼睛看不见嘛。我眼睛看不见有龙，你这说谎话嘛啊！你坐禅是坐禅，但是没得禅，你不要先说我得到禅了，那不可以这么说啊。是说应量语，说应理语，要合乎佛法的道理说出来的话。说应时语是这个时候啊，这个话是有道理，但这个时候不应该说，你要注意时间的。说正知的语言，说寂静的语言啊，说这样的话。看这个《毗荀记》哈，说应量语等者，不为限量、彼量即圣教量。名应量语，这就是应量语啊。不为冠带等四种道理，名应理语啊。不违背这冠带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泛而道理啊，这四种道理也不违背。四种道理名应理语，应顺时机呀，能引毅力。名应时语，啊，应该你随顺呢，当时听你说话的人的根性，啊，应顺时机，能引毅力，你说出话，能够引发那个人的智慧，能引发他的道心，不为官待，能引毅力，名应时语。圣道之舌，名正之语，啊，属于这个圣道啊，七教之八圣道，那或者是符合37道品都是圣道，啊，圣道之舌，名正之语，取涅槃功，名寂静语，这个说出这个话，能帮助人到涅槃那里去，涅槃是寂静的。你的语言能有这种作用吗？也就名为寂静语。如是一切说法语，说法语色，一切事件非法言论，皆当远离。世界上要不合道理的言论，你都应该远离，不要说这种话。虽复宣说，如法言论不应增进啊。第二课应无争，三课第一课是标。虽复现说，虽然你呀、啊、能遵循佛的教导啊，
能够宣说的无如法的言论，但是不要和别人争论，啊，别人就不赞成你这个法语，你说你是有道理，但是他不同意，他就和你辩论，但是你不要和他争论，不应争竞。何以故？这是争啊，下边是解释。要诸世夫不得伽罗，诸争竞语啊，互相难解。啊，要是这个人呢，欢喜同人说笑话，哈，对方也说笑话。其实你不是说笑话，就是说真实语，等于是真实的。你是不对劲儿了，就烦恼来了。嗯，所以是啊，不应争竞，不要和人争论。何以故？什么原因不要和人争论呢？说要诸世夫不得伽罗，诸争竞语。要是这个人呢，他欢喜同人争论，偏要说上句啊，这样子诸争竞语，互相难解。你说这个，你说东我就说西，你说南我就说北，反正就是和你唱反调。是这样子啊，互相争难解，其心遍诸多细论中啊。那你要这样子，你心就是住在很多的都细论里边了，就是没有真实意义的这种事情。你心安住在这里呀、啊，那就是烦恼的境界了。多细论故，其心掉去。你欢喜说笑话和人争论呢、啊，那么你静坐的时候心里就掉去。就是把以前的是这个事情又冲自己又说一遍啊，所以其心调动啊不安静，心调举故心不寂静，不寂静故便令其心远三摩地，就不容易得到三摩地啊。毗婆舍诺，如所取向由恒常若即毕竟若修欲切行。啊，如所取相啊，如前面告诉你所取的奢摩陀相、毗婆舍那相、光明相，就像恒常由恒常坐，就恒坐常坐，就是不间断的坐，精进的这样的修行，即毕竟坐，就是决定把这件事做成功圆满，修习欲修欲切行，要修止观啊，修持四念住，也这样子。犹如世间沾火方便起无间加行，即因众加行啊，这是第二颗是欲合啊，是犹如世间上的人呢，沾火沾木取火是古代的时候的方法，方便就是方法，起无间加行即因众加行，他沾火的时候他也不间断的沾火。即因众的加行啊，这专心的一意的去做这个沾火的事情。如应如是恒常修作，毕竟修作啊。说是我做这个事情不对，那么我做什么事情呢？如应啊，如是恒常所作，就是常委作因众，因众去做这件事啊。毕竟所作，又如应其如是愿心，也发这样的愿。什么愿呢？假使一切三不周人呢，尽沾三不周，曾经受举，曾经受量，所有的阎浮提的人的受量啊，寿命加起来，今昔今皆总集在一个身。这么多人的寿量都现在总集在一起放在你的身上，那你活的岁数很大了啊。总集在我一身，俄以尽此无量寿命，决定于断欲切作意，胜奢摩陀毗婆舍诺，精进修习而实无沾舍。好，就是阎浮提这么多的寿命都是记在你一个人身体里面，你一个人的寿命活了几百岁几千岁了哈，几万岁了，总计在我一生，俄以尽此无量寿命啊，决定于断欲切一作意，胜奢摩陀毗婆舍诺，精进修习，实无沾舍
啊，我有这么长的寿命啊，我也和尽此无量寿命决定于断欲切作意，能断烦恼的欲切作意，胜奢摩陀毗婆舍诺精进的休息。好，时无暂舍，从时至时，我不会暂时也弃舍了。好，暂舍。由此了知，如是所修，欲切所行，有大胜果，有大胜利。由此了知，由正了知，如是所修。由于这位修行人他本身有智慧啊，他能够正确的了知，如是所修的欲切加行有大胜果。修这个欲切，修这四念处，会有一个大的胜利的果实啊，有大胜果，有大胜利啊，这是两句话。何况如是少分受量，少时存活。虽积远期不过百年为喜算计，但惜于情啊。了知如是所修欲切所行啊，有大胜果，是大胜利果故啊，或者是禅定算一果，智毗婆舍诺的智算一果啊，那么就是也是两句了。或者是呢得了禅定，进一步可以修圣道，禅定能帮助圣道，圣道也能帮助禅定，这样子嘛就得到大圣果及大圣力了。何况如是少分受量，少时存活，随机远期不过百年呢，微喜算计也但许于情。如是如应随所教诲，恒常修作。就是毕竟修作，何况如是少分受量，就是阎浮提所有人的寿命都记在你一个人身上啊，你都应该努力修学圣道，何况就是少分的受量，别人的寿命不给你的，何况你的受量是一少部分受量，少时的存活生存，随机远去也不过百年，所以说是我能活很久，那么最久也不过是百年吧。是唯喜算计，但须于情啊！就算是唯喜算计，是就详细的呀、啊、来计算的，但须于情，你这个生命啊，不过须臾间而已。啊，虚极！我上一次上课，虚极就是多少分钟啊？48分钟。一生的寿命除掉了打闲岔的事情，除掉了吃饭，除掉了睡眠，你还能有多少时间？就还有48分钟。在虚极，如是如应随所教诲呀，恒常修作，毕竟修作。第二课结束啊，如是如应随所教诲，随呀、啊、佛陀的呀、啊，随着善知识的教诲，恒常修作啊，要不懈怠啊，少少的事情不能够耽误自己用功啊，所以恒常去修作止观，毕竟修作决定把这件事做完啊，要为此意受习于断。如于此意，必当怀德啊！要是你为这件毅力啊，接受这个法门呢、啊，去修消这个啊断烦恼啊证悟法性的法门，如于此意，必当怀德。你要这样子有这样的决心的话呢，你对于啊证悟法性这件事，你一定是会成功的。啊，如当最初证得下列身心清安，心意净性，这地方说出了两件事啊。你应该最初啊证得下列的身清安、心清安、心意净性，就是为了地定，一个努力的把这件事做好。后当证得四处世间广大圆满，那么先得到心意净性以后，你继续努力就会得到世间的广大圆满，就是四禅八定了。出世间的呀广大圆满，那就是得圣道，得阿罗汉道了。现在这是声闻地啊。
初修业者，实修业时，第三个是劫啊。说初修业的人呢，实修业的时候，善达欲界，诸欲界是一不净观，如是教诲，名正教诲啊。这初修业的人，他才开始用功的时候啊，那个善达欲界啊，诸欲界是啊，一不净观，他根据佛陀说不净观而这样的来教诲你，这是一个正当的教诲啊。如是修行，名正修行，你这样用功修行，就是修这个不净观的修行啊，这是一个正大的修行。如说贪行啊，是不净观自所调伏；如是嗔行呢，是持名观自所调伏。啊，有持名观能破出去，啊，破出个嗔行；有不净观能破出贪欲心，这调伏，这调伏，乃至最后寻思行啊，是阿耨波罗念自调伏。最后啊，就是妄想心特别多、特别散乱的人，是阿耨波罗念的所调伏，啊，就是修啊修修持心念，能破除一些妄想。如其所应，皆当了知，这些事你都应该明白，啊，其中差别啊，欲取入门而当显示啊，其中的差别的不同的地方呢，差别。与其中差别，于取入门，除了这个熟习观，除了不净观之外，还有其他的法门也能够啊，使令你进入圣道，也就是入门了。额当显示，我应该啊，显示给你啊，开示你。以慈悯观修初修业者。前面是说不净观啊，这底下是别显啊，一个是总标啊，下边是别显，别显里面先说持名观，分两科，第一科是取入啊，分两科，第一科是圣解作义摄，第二啊又分两科，第一科是取入观门，分两科，第一科出位。他们发起圣解啊，以持名观初修业的人呢，于外亲品，于外亲品、愿品及中庸品善取相宜。他这个初修业修持名观的人呢，他静坐的时候也是先修奢摩陀啊，在奢摩陀里面呢。要修毗婆舍那的时候呢，与外边的亲品，与你有亲厚感情的人，怨品，与你有仇恨的人，即中庸品，也不怨也不亲的中品，善取相宜。这三种人呢，你都能把他的相貌都能取在心里头。出如法座，这个时候应安住在一个如法的座位上面。有利益安乐正上义要居行定地啊，有利益安乐义要，由于你内心里面有慈悯心，有利益义要啊，有安乐义要，有正上义要，有这样的好心肠啊，是居行定义。这个义要呢，不是在散乱心里面，而是同时在禅定里边的啊，作意这样心里面想，先于一亲一愿一中庸所发起圣解啊。这个初开始简单一点，先一个亲爱的人，一个怨恨的人，一个中等的人，在这里边发起圣解啊，把这个圣解的观想发起来。于此三品有平等利益安乐增上义要居行作义欲与其乐。好，这是第二课作义啊娱乐。作义娱乐啊。于此三品有平等利益安乐增上义要居行作义
欲与其乐。这个平等利益安乐，就是对冤亲是平等的利益安乐啊，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意愿哈、啊。你这样的意愿呢，居行坐意和这个坐意在一起活动哈，啊，欲与其乐，欲啊与这三种人的一个利益安乐的意愿啊意要，如是念言。这是第二课啊，第二课，第二课是显是解释。如是念，你心里面就这样作念，愿彼求乐诸有情类，皆当得乐啊！希望那些希求快乐的人，都能得到他所求的快乐，皆当得乐。为或无罪欲乐，或无罪有喜乐，或无罪无喜乐。这个安乐啊，有三种不同哈。哪三种呢？为或无罪欲乐，就是欲界的快乐。欲界的快乐有两种，一种是有罪的快乐。一种无罪的快乐。现在这位修行人在禅定里面做如是观呢，布施众生什么快乐呢？没有罪过的快乐。好，这样或无罪有喜乐。这个有喜乐呢，就是初禅和二禅，他那个乐里边有欢喜啊，这也是无罪的有喜乐啊。或无罪无喜乐，就是无罪啊，但是是没有喜的安乐，就是三禅，这是最殊胜的乐了。这三种乐，他把它平等的布施给亲愿和中庸的人。事后或与二亲，或与三亲，或与四亲，这是第二课后位。前面是初位，初位的时候先于一心一愿一中庸所发起圣戒啊。那么这个样的观想完了以后呢，会与二亲，就是两位亲爱的人啊，或者是三亲，或者四亲，或者是五亲、十亲、二十、三十，如前乃至遍诸方为其中亲品，充满无间发起圣戒。这个亲爱的人很多了哈，发起声，于中乃至无有永寿一丈端处，啊，这个一丈的头的允许的地方都没有，永寿的地方都没有。如是亲品，如是欲愿，即中庸品，当是一二。这是立欲愿者啊，这个如于亲品是这样子啊，我送给他。无罪的欲乐，无罪的有喜乐，无罪的无喜乐，送给他们。如是欲亲品是这样子，欲愿即中庸品，当之一耳，也是为他们准备了种种的乐，要布施给他们。又彼不舍慈悯加行，既有修习如是慈悯，于诸念诸能证取入。这是第二课取入念住，上课第一课是标，又彼不舍慈悯加行，用这个禅师在禅定里边呢，他没有弃舍这慈悯的行动啊，既要修习如是慈悯的关系呀，于诸念住能证取入，于这个四念住他就能悟入了啊，修慈悯观的时候能悟入四念住啊，能证取入。云何取入？怎么取入？这是正。下面第三课解释，分两课。第一课是变寻观相，变这个寻观的相法分三课。第一课与内有与内身。云何取入是念住呢？为取入的时候，应当发起如是圣戒，在内心里面发动这样的观想。如彼欲额为亲为愿为中庸品啊，如那个人呢，对于我来说呢，他说
为亲为怨，本来是亲而说是怨，啊，或者说是亲，我是他的亲爱的人，我是他的怨家啊，为亲为怨，为钟英嫔也不亲也不怨钟英嫔。额济玉落燕被其苦，说是他那个人因为我，或者是亲是怨是钟英嫔，那么我际遇了我本人的情形怎么样呢？我也是欢喜快乐啊，生活快乐一点啊，厌悲其苦啊，不高兴啊，苦恼的境界啊，如是明于其内身修寻身观，这就是内身修寻身观，就是这样意思，就是我在禅定里面呢，我自己观察我自己，我也欢喜快乐啊，欲界的无罪的快乐，乃是无舍界天的快乐。欲以欲彼为亲为怨为钟英嫔，如何彼以欲乐悲苦啊？这是第二颗欲外身。我这样的想法，别人呢？怎么想法呢？于以于彼于那个人，因为是亲，因为是怨，因为是钟英嫔，如何彼以欲乐悲苦？像我是欢喜快乐，不欢喜苦恼，那个人也同样有这样的心情，如是名为于其外身修寻声观，这是这样讲法啊。第三颗是于内外身，如俄继而彼诸有情以夫如是啊，说我是这样子，别的人也是这样子啊，是什么呢？如俄自求自欲求得圣乐，像我吧，我也想要求得殊胜的安乐自在，彼诸有情呢以夫如是，彼诸有情与己平等，那些友情和我一样啊，与己相似，就叫做平等啊。我也愿意快乐，不愿意苦恼，一切友情也是这样子啊。那么俄当于彼利益安乐，我这都是在禅定里面这样思维哈，于彼利益安乐，如是名为与内外身修寻声观。这是第三课说完了。第二颗名见利，分两颗，第一颗是坏缘念住，坏缘念住，此事念住种缘诸运为境界故，当知说明坏缘念住，这是建立这个四念住的原因啊。第一个是先建住坏缘念住啊，此四念住就是深受心法的四念住，种缘诸运呢，它不是单元一个部分，它是种缘舌受显是诸运的，一舌受显是诸运呢，为所缘的境界故，当知说明坏缘念住。这个坏字啊，就是杂的意思，奸杂的意思哈。就是身念住里边有受心法念住，法念住里边有身受心念住，就是每一个念住都有其余的三念住，那就是杂念住，也就是共念住哈。是要修行者但取舍相，要是这位禅师啊，这是第二颗微身念住，这位禅师但取舍相啊。取什么舍相呢？为取显相啊，这个青黄赤白是显相，形象就是青黄长短方圆这个形象，表象就是身体的活动啊，表现以外的相貌，于亲嫔怨嫔及钟英嫔而起圣洁啊，我的亲嫔怨嫔钟英嫔的显相形象表象，这样子观察而起圣洁呢，由此建立为身念住，这是不是四念住，只是一个念住了
啊，所以前面那个那是啊，就是杂念住，这个原因就在这里啊。